我是钢管列车党的112年，6月29号。瑞芳，瑞芳站，8:49，出发的是。西国车杨梅发车前沿信号芙蓉的银绿色，车下3900。912圈头。908圈头。瑞芳站快到，使用的没给搞。908圈的，在瑞芳站都没信号。8:50，6月29号。一扇门。姐姐，昨天好可怕哦！408，很无奈，差了点。就遇到一个奇迹的景象。3台3000，因为472跟207原本都不是都会来，对啊，阿西妈卡在这边。有C23车，把这交通线上树林的单主路满行，是下面总共约513圈了。难得的景象，对不对？3台3000。好，等一下嘛。那米正们是一窝车，杨梅发车就杨先生芙蓉。绿色呀，3900，908圈的，在瑞芳站刚出门，准备起。拜拜。6月9号8:50，在瑞芳站。